三位大师啊，兄弟伫个教育部担任管理大学个职务，五四运动以来，北京大学伫单独受李大钊甲吴石这人个煽动之下，闹罢课已经闹得要一个月啊。北京个教育吼已经完全拢停落来啊，损失惨重哦。想到这吼，都让人感觉足伤心个啦。本人为了国家，嘛为了我家己个职务，我恳请各位大师，会当伫个危难之际，会当出面匡扶正义，两早走向讲堂，恢复教学。我拜托你，通公，那是三位会当走上讲堂，恢复教学，就是北大的福气，教育的福气。国家的福气啊！李处长知影啥位？这侪年来，福单都受压落底，一直拢真稳准。是啊，伊非常愿意为啥位出头尽力。要替阮出头？是啊。好啊，要安怎替阮出头？我慢慢来听恁讲。是安尼啦，靠出三位大师会当帮助政府，量早恢复教学秩序。安尼，恁就是北大功臣，兄弟，我哩推荐三位大师，甲北京大学新任的校长吴仁元，做伙执掌北大。小快，无怪今仔日我的心头一直拢袂定，原来是去看到鬼哦。我虽然无赞成蔡元培。单独受黑色的文化观，也不过我无袂记，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绝对袂赞成政府签这个美国的巴黎协定。我是无赞成学生因罢课，也不过我嘛绝对袂出卖我的学生。恁想看轻我，一道酒色就会当甲我买收哦。恁这小小之徒，居心可诛！三位慢走啦，三位啊，做人吼，袂当这么不体。这看哪讲这啰话啦？拢怪吴炳湘看唔正囝。一个代志，不敢害害去。这，哎呦！你惊唔着惊啊？哎呀，老师，听讲老师公营受伤，我受北京学联宣传部的委托来探望你，不胜敬意。不胜敬意。学联宣传部，你唔是早就和北大开除啊？哪会阁变成宣传部的人？老师，我确实是和北大开除啊，也不过我即马是公研部学海春秋栏目的主编，阮这个栏目是支持学生运动的，是受北京学联宣传部的领导，专门负责报道学生运动的情形。公研部敢不是安福黑的报纸，即马嘛支持爱国。安福黑又安怎？安福黑内底嘛有爱国的啊。
譬如我来讲，我虽然无赞成恁闹什么新文化啊，我无赞成恁办什么工托合作，但是我是坚决反对芭蕾合约的。我的故乡嘛是山东啊，我绝对唔允准甲山东双手送予日本人。山东嘛有卖国菜，你若是真正爱国，你就去做一挂实在的代志，卖踮在遮甲我讲一挂有诶无诶。是讲老实，你袂用个为门旁内底看人呢。我主编的学海春秋栏目，是北京学联指定的宣传学生运动的栏目。来，你看，这张是我的采访证。你看这相片，因啊，绝对无问题，唔是骗人的。哎呦，安尼讲起来，我真正爱对你另眼看待呢。你豆豆欢喜，我出来活动一下，哈、哦。哎，你莫走了。你是受伤的英雄，如果是学问领袖单独受的大公主，我是奉命来采访你，想要替你写一篇报道。又搁要采访，顶一届就用采访这招甲刘备套话，这届又搁想要套我话哦。你莫甲我讲着刘备哦，那讲着刘备我就生气啦。搁再讲，顶一届采访是谁甲谁套话，你心内比我搁较清楚。那是你家己做得来，我明确甲你讲，我无要接受采访，莫踮遮浪费时间。哦。安尼，今仔日咱卖采访，我甲你讲一件代志，行无？有关恁阿爹单独受的代志，我无兴趣听。哎，你先卖走，你先坐，坐落来听我讲，这件代志非常重要，你坐。是安尼啦。最近阮学海春秋栏目收到真侪读者写的批，甲一挂传单，拢是对恁阿爹。歹势哦。拢是对恁阿爹单独是非常不利的代志。我唔知影应该安怎处理，想要听你的意见。什么意思？你袂看？单独是自从来到北大，想要破坏伊代志的人，逐天都有，报纸更加是不乱造谣。你提这八百年前的代志来跟我讲，有什么意义？你看好清楚，这不是八百年前的消息呢，这是眼前的事实。这堆吼，拢是看到的人所讲的记录。你家己看，单独收的代志，你问我的意见，你到底是安什么心？老师，我真正是好心呢。你想看卖，这资料在我手中。那是刊在报纸顶头，就是爆炸性的新闻。但是你不一定会刊啊。会刊未刊，不是我讲的准则。单独受甲蔡官培，我虽然甲伊无对头，但是我知影轻重。即马是学生运动的关键时刻，蔡官培走去，单独受是讲恁的青年导师，有人甚至讲，伊是五四运动的幕后总指挥。在这个关键时刻。这个关键人物闹出这么大的负面新闻，对学生运动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，你知影无？我作为一个学联领导的报纸栏目的主编，我袂当目睭金金看学生运动失败，你知影无？安尼我应该安怎做？你是伊的后生、啊，你有责任阻止恁阿爹，卖伫个这个时阵，搁做这个戆代志，卖搁甲学生运动挖乌啊！报纸逐天抹黑，但是遐毋是证据，像是林姐叫伊来甲我对质，伊讲的若是真实的，我等一年，即马就甲单独秀断绝关系。阮北，因北大真侪教授拢是林姐，真侪教授是啥？若是反对新文化的复古派，应该嘛袂用完全相信啊。好，好，安尼我就甲你讲两个，毋是复古派。新青年的东林编辑新音明，甲恁阿爹的老朋友，医专校长童尼和，这两个拢是当年大力推荐恁阿爹的大文人。无外久之前，就是因两个主张要罢免恁阿爹文科学长的职务。